少吃一点油的东西，对，然后要运动。我只知道说我吃要比较健康一些。一般像我们的话，我可能只能就是赶快打119，帮他打119，可能不会帮他做任何事情。因为如果有发现症状的话，要立即治疗，因为他有那个时间的那个，不是有用 TPA 药物治疗，就是看是不是在几个12个小时内，24个小时内之类的。乐活医学堂，台湾好健康。大家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护理长朱冠玉。急性脑中风及时处理，可以预防中风后的后遗症，但是要在黄金时间内进行治疗，就犹如跟时间在赛跑。越早治疗呢，对于日后不论是在肢体功能上或是语言功能上，它的受损程度相对的也就越小。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神经内科叶笃学主任。大家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神经科叶笃学医师，以及影像医学部谢立群医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影像医学部谢立群医师。来跟我们一起谈谈分秒必争的急性脑中风。那就预防医学上来说，其实我们大家知道要预防胜过于治疗，但是对于急性脑中风的部分呢，我们应该要如何先做预防呢？是，事实上这个脑中风常年以来高居我们的十大死因的前三名。那事实上在每年来讲也造成大概约17000人的失能。那在脑中风的这个一些研究来讲的话，事实上预防还是胜于治疗的。但是一旦发生之后呢，就需要做一些早期的一些侦测跟一些治疗。那我们再先看一下上一集我们曾经提过中风的预防治疗，包括药物的治疗，包括我们抗血小板凝集的药物或是血栓溶解剂，那另外就是控制三高，这是相当重要的，基本上要在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那糖尿病要控制，那血脂肪也要控制，减重，运动，适度的运动也让我们有助于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减少，还有就是我们生活形态的改变，戒烟戒酒，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的中风的预防。那如果真的发生了脑中风哦，像近脑中风在初期啊，有一些轻微的症状，那我们可以去发觉。那到底脑中风初期的症状有哪些呢？事实上呢，在过去的10年来，我们中风的这个再发率事实上有逐年的下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哈，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事实上大概男性的这个中风再发率每年大概是接近10%左右。那到了最近几年来，事实上已经降到大概7%到8%左右。不过男生还是比女生的中风再发率会略高一些。所以透过了一个很好的这些预防跟一些药物的治疗，事实上让我们的中风的再发率是有下降，但是呢，急性的中风还是会造成相当的这个一些失能，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一些问题。那就症状部分来说，其实在急性脑中风初期上应该是有一些比较可以明显或是比较特殊的症状可以让我们了解嘛。那就这部分来说，怎样的症状呢？其实是急性脑中风初期的一个症状呢？是脑中风的时候会造成我们这个脑细胞的这个死亡，而造成这个神经的一些功能的障碍，譬如说会出现嘴歪、眼斜、肢体无力、步态不稳、言语困难不清，然后日力障碍，甚至严重的话甚至会死亡或是昏迷哦。那事实上在急性的中风，事实上我们要谨记的几件事情，就是我们以下可以看到有所谓的 FAST 还有54321。那 F 的话就是你叫病人笑一下，说看他的嘴角有没有歪斜，如果出现这样歪过来的时候，这个代表他可能有影响到他的这个颜面神经。那另外就叫病人把手举高，如果他手举没有办法举高会掉下来的话，这个也代表他可能有运动神经受到影响。那另外叫病人讲话，看他是不是有言语不清或是讲不出话来的状况。那最重要的时候是 time， 就是时间，就是要谨记它发生的时间，3小时之内赶快送到可以做血栓溶解术的这个一些医院。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急性的中风的这些治疗的话，事实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黄金3小时救命4步骤。
那请大家切记两件事，如果在 FAST 发现一个异常的话，赶快打119，请这个我们救护的救护小组来送到就近可以做血栓溶解剂的一些治疗的一些医院。那刚才提到说这个 FAST 哦，那请问一下那个叶主任哦，只要其中一个症状有，就算是有怀疑是有脑中风的现象吗？事实上是如果有两个症状以上的话，它中风的机会就可以高达90%左70%-80%左右。那所以这个如果在各位民众在年纪大，那又有三高的人哈，如果有发现这些状况，赶快打119。那大概提到说，就我发生这样的症状的时候，我要一定要记住我这个症状发生的时间哦，是，因为这个时间可能牵涉到我后面可能要做治疗的部分，是吗？是。那就后续做治疗部分呢，我们有听到一个叫做静脉的血栓溶解剂啊，那就这部分呢，那叶主任可不可以做更多的说明呢？是在中风急性中风发生3小时之内，事实上是可以用所谓的血栓溶解剂的这个治疗，来把这个塞住的血管的这个血栓溶掉。但是呢，它这个血栓溶解剂还是有它的一些危险性，比如说它可能会造成出血的危险性。那大概有6%-8%的病人哈，接受血栓溶解剂的治疗哈，会产生出血的副作用。但是呢，接受血栓系治疗的这个病患，经过比较审慎的这个评估，它的可能的产生的危险性之后，如果好好适合的病患接受血栓溶解剂的治疗，它的这个未来的这个预后3个月之后的这个失能的状况可以减少40%左右。但是除了这个血栓溶解剂之外呢，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个要新的一个技术，就是微导管颈动脉取栓术，那个的话基本上也可以让我们直接看到这个血栓的位置，然后把这个血栓取出来，然后让这个脑部能够恢复正常的这个血液供应。所以说如果我们在黄金3小时之内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来注射血栓溶解剂来做这个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动脉取栓术的意思了。对，在有一些大血管阻塞的病患的话，它可以到延伸到大概6小时-8小时的这个一个所谓的治疗的窗口。那这些病患呢，如果是符合条件的话，而且他的脑部的这个影像显示适合的病患的话，我们就会转介给这个神经放射科医师来做进一步的这个微导管的颈动脉取栓术。那其实可不可以就这个动脉取栓术部分呢，跟我们小细的说明一下？好，那事实上我们这个颈动脉取栓这个方式，这种手术来治疗脑中风，它的发展已经有超过快要20年的历史。但事实上，一直到这个2015年以前，这个技术都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一直到2015年，也就是在这个2年以前，它这个技术上才有一个重大的突破。那到底这一年是发生了什么事呢？事实上，在2015年，在医学界这个最有权威的一本这个期刊，我们叫做《新英格兰的医学杂志》，在这本杂志上面，它连续发表5个大型的研究的成果。那这5个大型的研究成果，它事实上就不约而同的是使用了最新的这种缺血性脑中风手术的一个取栓的器械。那到底这个成果告诉我们什么呢？简单的说，在这5个大型的研究里面，它告诉我们这种最新的导管内手术的技术可以有效的去来改善我们这种急性脑中风病患之后的疾病的预后。好，那简单来说，这个研究它告诉我们，当我们治疗了每治疗2.8个这样子的一个病患，其中就会有一位病患，他未来呢是可以恢复独立自主生活的能力。好，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治疗所带来的效果太好了，好，这个影响太过显著了，于是呢，这个欧洲美国哈，那这个很多的国家，他们就纷纷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的结果而改变了脑中风的治疗指引，包括台湾也在内。事实上我们可以先用这张影片来做说明，我们可以刚看到这个在脑部的血管里面已经发生一个栓塞的状况。那我们怎么做这个手术呢？就是借由病人的腹股沟这边的大血管，我们把这些导管放到病人的大动脉里面，然后借由这些微导管的操作技术呢，我们就把这个导管一路的往上面再放到这个颈部的血管里面，然后呢再换更微细的导管
从这个大的导管中间进去，然后一路进到脑部的这些小血管的里面。那我们看到画面上呢，这个微导管已经进到这个脑部的血管里面哈。那我们借由这些微导管的操作呢，我们看到这个微导管现在已经继续的往上到达我们刚刚所看到这个血栓的位置哈。那借由这些微导丝的操作，我们先会把这个微导丝呢试着去钻过这个血栓的这个位置，之后把一个比较粗一点的这种微导管哦，这个送上来。那这个微导管它基本上是一个所谓的抽吸导管，它后面呢会接有一个这个高压的这个抽吸的泵，借由这样这个连续抽吸的方式，我们就能够把这个血栓哦，那直接吸到这个体外去，让这个血管能够恢复原来畅通的状态。那当这个取栓能够很顺利进行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机会让后面脑组织的伤害来减到最小。好，这是第一种的取栓方式。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种手术的器械不只是这一种所谓的高压抽吸导管的技术，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的这个取栓的技术，叫做可回收的支架。它的支架就长得像这个样子，这个支架可以收在这个微导管的里面。好，那一样我们操作的方式，我们会先用微导丝穿过这个阻塞血栓的位置，之后把微导管跟着带过去，在微导管里面呢就会藏着这个支架。当我们把这个支架释放出来的时候，可以看到随着时间啊，这个支架会慢慢的张开，它就会跟我们这个血栓融合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支架连着血栓整个拖出来到这个病患的体外。那这整个过程哈，都可以又在这个 X 光下哈，就是在我们 X 光机下面这个导影下面来进行。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到底这个血栓有没有被成功的被拖出来。如果它有被成功的拖出来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使用血管摄影的方式来确定哦，它的血流已经恢复畅通。好，那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手术其实是相当成功的一个手术。这个是去那个可回收支架技术的部分。那您桌上好像有放一些物品啊，那可不可以跟我说一下，好像是抽吸的导管跟支架的部分啊？是，我们刚刚就是在动画里面看到这些器械哦，看起来好像都很大，对不对？哈，那事实上呢，我们的脑血管其实它是非常微细的哈，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所使用的器械是非常微小的。像刚在第一段这个动画里面所提到的这个高压的抽吸导管，那事实上就只有这么细而已。那也有唯有这么细的导管，它才能够安全的进到我们脑部的血管里面，而不会使脑部的血管受到伤害。好，那除了这个高压的抽吸导管以外，我们还有第二段影片里面有介绍到这个可回收的支架。那这个可回收支架事实上它也是一个非常微细的一个这个器械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实际在手术的时候所使用的这个可回收支架，它是可以藏在这个这么细的一个微导管的里面哈。那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支架慢慢的从这个导管里面释放出来。好，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摄影机可以拍得清楚的话，现在支架已经释放出来了。哦，这个支架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细，哦，它有点像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烤肉网，然后把它卷在一起的这个样子。那我们藉由这个回收的动作，就可以把这个支架跟我们血栓一起把它拉到病患的体外。好，这个是我们实际操作的方式。我们先稍作休息，下一阶段我们继续有对于治疗有实际的案例，以及在中风后复健的部分，再跟大家做更多的说明哦。欢迎回到乐活医学堂。在上一阶段当中呢，我们透过动画了解到动脉取栓术的一个过程哦。那是不是有实际的案例呢，可以让我们了解整个操作的过程呢？ 是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的一个案例了。那这个58岁女性，她是在家里哈，突然就是左半边的无力，然后意识不清，然后被家人经打119送到我们的急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那时候送来的时候，事实上他经过我们神经科医师的评估，他的有一些左半边无力、意识不清，那应怀疑是右大脑的中风的这个症状。那时候我们就紧急帮他做了一个电脑的这个断层的血管摄影的影像，可以看到在右边的这个中脑动脉，事实上在源头的地方就看不到了，那后面的血流更是没有话讲，这基本上都塞住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启动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动脉取栓术的一个团队。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叫谢医师接手了。
那事实上我们就是接着就使用一些更先进的影像，就是所谓的大脑血流灌注的影像，我们要去更进一步的去确认，就是说他的大脑的缺血的状况。那经由这样的影像，我们就看到这个画面的左半边，也就是说它是右半边的大脑，它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缺血的状况。那也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缺血而导致它患侧左病人这个左侧的肢体有无力的状况。那在我们确定他这个肢体无力的情形，这个脑部缺血的情形是因为一条大血管阻塞之后呢，我们整个脑中风的这个血管内手术的团队是在第一时间内整个启动。那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人。我们在前一段的动画看到那个取栓的手术，感觉好像是很容易就是这个管子放进去要出来，血栓就拿出来了，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从这个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团队其实是要启动非常非常多的人，那是非常紧急的状况，要动员大量的人力，并且需要用到这一个非常高阶的这种血管摄影的手术室，在这样子的一个设备里面，我们才能够去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手术。好，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这个手术中的这一个血管摄影的影像。那在画面中最左边呢，左上角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手术以前，这个病患的血管因为它是被塞住的，所以它有大脑有一整片它的血管其实是我们看不到的，所以就是说它的血管是阻塞的状况，所以大脑是缺血的状况。那这个手术我们是利用刚刚在影片中所介绍过的一个所谓的可回收支架，我们利用这样子的器械直接进到他这个阻塞的血管，把他的血栓拉出来。拉出来之后的结果就是在画面中的右上角这个手术后的影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手术后的影像呢，他在这个画面左边这边的血管就比手术前多了很多，这就是因为这个阻塞血管被打通的这个缘故，使得他的大脑的血流灌注能够恢复到正常。我们从这个下一张照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使用这个可回收支架，其实是实际的拉出了，从这个画面上看到拉出了这个血块，这个血块本来是塞在这个病人脑部里面的血管，我们用这样的技术把血块拉出来之后，让他的大脑血流灌注能够恢复到正常。那这个血栓取出来之后，那我们很好奇那这个病人呢，他取栓之后呢，他的复原状况是如何？在手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在病房，我们让他试着下来走，就发现说，其实才一个礼拜这么短的时间，他其实已经可以恢复他自己行走的能力。虽然说他的步态还并不是非常的稳，但是他毕竟这个是才刚疾病发生中。过之后大概一个礼拜左右，那我们甚至试着让他做这个单脚站立，这个其实是不太好容易的这个动作，让他用患侧也就是他的左脚单脚站立，基本上他都可以做得到。所以事实上这位患者他在这个疾病发生之后不到三个月，他就又回到他原来的工作上去继续上班了。那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效果但是不是每个人效果都就这么好，或是运气这么好，可以做这样很好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复原那如果发生脑中风，它难免会一些后遗症嘛，对不对？那些后遗症呢，就是说牵涉到它后续日常功能能不能独立的进行、独立的去执行那通常这个中风的患者，他通常不希望说我日后的一些生活都必须仰赖家人，造成家人的一些负担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脑中风后续的复健部分呢，在哪个时间点去执行的是其实是比较一个适当的时间。是，事实上呢，虽然我们有一些先进的治疗，可以在短时间内处理这些中风的血栓造成的这个脑部的损伤，但事实上呢，大部分的中风的病患，他的时间发生时间不定，那事实上并不见得能够适合这样的一个血栓溶解剂，或是进导管、微导管的这个取栓术的治疗。而且有时候牵涉到他的本身的年纪，还有一些血管的状况，其实不见得适合。那但是这个中风之后呢，还是有造成这个神经的一些功能的受损。那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就是一个要靠复健去改善他的一些症状，还有他的一些未来能够生活自理的状况。事实上，我们在脑中风复健来讲的话，在急性期，只要他生命现象稳定，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尽早开始做一些床边的活动，比如说在床上翻身或是关节的运动，那这个话可以避免这个防止这个褥疮或是说一些感染或是肢体僵硬的发生。那在的亚急性期是发生到一周或是数月中间，这时候脑中风本身算是已经稳定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目标其实是促进神经的这个修复跟整合，那训练他的日常生活的照顾的能力，那能够减轻我们照顾者的一些负担，让他能够有一个独立生活的一个能力。那在慢性期，就是在数个月或甚至一年两年的话，
那事实上它的复健来讲对病患的这个功能上的进步还是有帮助的。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患者能够发挥他最大的这个一些功能，然后日常生活能够自理，增进他的一些生活品质。那叶主任，那我们做复健哦，有没有在什么样的一个叫做黄金的复健时期呢？其实是越早开始越好，只要他的生命现象也稳定，能够越早开始越好。那而且要持之以恒的做。那事实上，中风之后的复健目标，我们有包括有就是预防他的一些肢体的挛缩哦、僵硬，还有一些感染的问题。那以外呢，事实上他也可以让病人能够训练他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然后有些他可能会有些语言的障碍，可以要训练他的这个语言跟吞咽的功能。还有呢，事实上中风之后呢，他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调适的问题，我们也必须要配合一些心理层次的一些复健，然后让他有更好的一些恢复他的一些正常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基本的机能，这个是我们复健训练的目的。哦，那复健之路其实是一段是很久很遥远的一件事情啊、哦。那我们在医院哦当中哦，都看到病人做复健哦，常常觉得很无趣，每天要他去做行走的一个动作，每天要去他做一个关节举起的动作，他觉得这是毫无乐趣的一件事情哦。对他做复健的后续的一个方向来说，他是完全不想再做下去的。那像我们比较先进的一个科技哦，让病人可以做复健又可以有乐趣的一个方式呢？是，事实上复健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路。那中风之后复健尤其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事实上有一些利用一些高科技的方式，比如说像一些所谓的虚拟实境，那再配合一些像机器人的这个一些协助，我们可以看到这影片当中就是一个我们现在比较新的一个机器人的步态训练的这个设备。那患者呢可以经由这样的一个设备呢，他可以刺激他的脚部的活动，他基本上用他的脚的比虽然比较没有力气，但能够带动这个机器的运动，让他能够有正常的步态，而且呢他可以有看着这个电视，事实上这个都可以让病人的这个能够参加这个复健的训练的意愿会更高，而且会比较有趣，对他来讲会比较有趣。这事实上都是一些科技的一些进步。科技就带给病人更多在复健之路一个更好的一个动机啊。那最后呢，请叶主任呢，就针对于急性脑中风的部分呢，可以再跟我们做一个最后的重点的提醒呢？是我们急性脑中风来讲的话，还是最重要就是所谓的 FAST 黄金三小时。那在中风的这个基本上的话，我们还是要能够控制三高，然后中风不来。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先进的手术或治疗，比如说像这个静脉血栓溶解剂，或是动脉取栓术，这些的话能够尽早的打通血管。那最后呢，如果万一得到了真的是中风造成了这个肢体的活动不便的话，我们也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积极的复健，减少失能的产生。好，那这急性脑中风呢，可以透过药物呢，还有就是手术的方式呢，来做一些治疗。但是重要的是呢，要能够尽速的就医，来接受医疗团队来整个治疗的过程呢，它同时也可以降低我们日后功能受损程度会变得更小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乐活医学堂，我们下周见。